我就要唠一唠了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要死。就是你们现在所有人在说陈世林到底是怎么死的，你们的状态就是我当时拍这个戏的时候，我说我到底怎么死的，然后导演说我不告诉你，我会让你有个惊喜。所以你知道吗，我比你们痛苦多了，我痛苦了整整两年。演的曹闯呢，是咱们第一个单元中出现的第一个内鬼。我拍到第十一集的时候，我都是一直按照一名好警察演的，可是忽然有一天说我是内鬼，你说不招人了，你知道吗？接着刚才郝平老师的那个话，我也首先在这个剧本上不知道我是一个坏人。坏人，我们四个人最近我看到了很多朋友因为喜欢陈淑婷的发型，所以去找托尼老师去烫了那个头发，然后频频翻车。在这里呢，我一定要告诉大家，千万不要一冲动然后去烫头发，因为陈淑婷的发型是刺抛的。刺抛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每天卷的，包括我的半头套也是每天卷的，所以千万不要一冲动就去找托尼老师烫头发，千万千万不要，一烫就回不来了。还老师也来跳一个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我发现你，我学都学不来。被敲到膝盖的女生，这个是自己倒模倒出来的，对，自己倒模做的。我拿摆，你先摆设一下，再往出来。没事。Thank you.
停车！听不见。是你视线先过去，他在过去之后，车过来再玩。好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啊？有这么一个，啊，这样的话他将来就好坐这个车的转弯，就接一个了。一二三，哗扔！他俩反了。一二三，哗扔！哎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哎，停！我约这边是吧？好了，来，没事没事，再来一个来。这前面全是卡子，按道理他跑不了了。哎，我错了。错、啊、我错了。啊，前面好像也有一下错了，你俩一个，你俩一个、啊、再来一遍，来。哎，一二三，走，刷回去，走走走，刷回去，走走走，直奔走啊。这次了。你看看，你们两个人都做不明白，你想这事让我们俩做，还得说着词儿，知道有多难了吗？我们就单拍一个方向。好，单拍一个方向。我反应不过来。好，好，换算。同方向来，预备，一二三，转回。啊，我就回正了。过的愉快时光结束了。我不希望它是一个这么软弱的感觉。爸！好，停了。停了，搞错了，再来。年轻人，你多大呀？你猜？我猜，你肯定跟我一样的，我们都是吧。上。你看，惹大麻烦了，我跟你说。喂，小丽吗？哎，小丽。你们肯定都看过这个广告吧？对啊，保健。啊，你不十八岁吗？你。无绳电话机。怎么都好看，我怎么感觉没觉得哪边都好看？就不信我还能吃。啊，对对，就这个感觉就对了。就这个 feel 很爽。你自己把火坑里跳，就在火坑里呢。摔个杯子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摔个杯子 ，OK。我就绳子里面，你一直在后面。对，杯子够。嗯、啊，你已经在火坑里了，你已经在火坑里了，你已经在火坑里了，我已经在门里了。啊，过来！看到一些花絮啊，就是你和宋文老师还是在哭，就是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？是沉浸在那个状态里面了吗？我跟宋文哥从相识、相逢、相识、相知。到那场戏的时候，我们生活当中已经是兄弟了，哥弟了。就是到那场的时候，那场正好，那场是我狂飙里面的最后一场戏，对吧？嗯，那也是我在狂飙剧组的最后一场戏，杀青的戏。真正杀青之后，哥哥也搂着我，搂着我的脸，然后他也沉默了很久。我不知道他是不希望高启盛死掉，还是不希望宋小丁离开剧组。我觉得应该都别藏了，你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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